伺服器换到老美那边，哇，今天的上很差。哈雷哈雷达，我念你打，因为今天上传很差，我监控自己的上传频宽其实不是很稳，就可能会比较那个吧。啊，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就实况嘛。我们今天工商的这个是那个托兰意识录，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实况那个叫什么艾瓦贝尔圣境吧？我忘记了，反正是同一间公司的 Japan RPG。有没有？什么似曾相识 ？Japan， 托拉安莱这个游戏的名称，托拉安莱，啊，很有印象的游戏。那就反正也没干嘛，就照着他的那个走就好了，蛮漂亮的啊，动作调查。好，那 B 哥。D 哥说他欢迎我，待会要去找泰娜，对吧？他叫我好好运用。哇，很大小，回复寄赠品99个，哇塞！好了，你得到了很多补品。接下来这边有超巨大鲶鱼，这个是干嘛的？操作镜头，我这可以直接操作镜头，蛮好的。啊，不，好，再生药赠品30个，这是什么？逐渐回复那个能力的，就那种按下去之后它不会立即回满，缓缓回复之类的东西吧。一定内就可以获得的上位领取，是否要继续故事？回去领取，给我宝，一脸倦容的什么队员的，这是什么？强身药赠品，嘿，哦，他是说那个好像是你吃了之后血就会变多，渔火嘛，我知道，我玩过类似的游戏。莱恩贴图买好了，逗一下。谢谢莱恩贴图。要跟谁一起呢？队长还是贝里拉？里贝拉，当然跟里贝拉啊。好的，我们有里贝拉了，点选玩家即可邀请组队。这好像算是那个吧，艾瓦贝尔的改版吧，也不算改版啊，就是强化版。因为艾瓦贝尔比较旧，这比较新。来试试身手吧，不会太难的，和附近的怪物科隆战斗，寻找附近的敌人，开始战斗，角色将自动战斗。发展，哇！这是 A89 18818，我打死他嘞！我会自己打吗？有什么？什么什么 ？Verity， 我念，还算简单吧。哇！突然出现了卢粉老板的老婆，敲我！卢粉老板的老婆贴了2字，是没有注意到我在工商你啊，很忙哎。好，捷径猎是什么？这是什么？消耗一眼皮重击。哦。打开技能一栏，重击，记99啦，很忙呢。重击，哦，胆怯，这么凶啊！好，到了，这里有比较厉害的怪物，你现在应该还无法对付皮可，这一代都是比较温和的怪物。在你出手前也不会主动攻击你，避开强力战斗也是一种战斗。试着避开皮可，打倒戴着头盔的戴帽科隆吧。好哦，死吧戴帽科隆！操！哦，怎么样？有这种感觉 ？Level up， 新手教学很普通嘛。那边还有掉宝，还可以捡。其实我比较喜欢走过去会自动把道具捡起来的游戏，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戴帽科隆，哎，现在应该叫往前走而已吧？看起来蛮指令战斗的，没有，它不像那个艾瓦贝尔是随便看的，应该说无指定，这是指定然后放技能的类型，比较像 RO 那一种了，走路动作一模一样。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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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看起来像王一类的东西了。啊！好像雷王龙。嘿嘿嘿。就说真理的主人亲自出马了，去战斗看看吧。好哦，雷狼龙接近 BOSS 后，再选择是否要与 BOSS 战斗。这 BOSS 不会无预警攻击，做好万全准备再吵架嘛。好了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刚看很大只呢，就实际上跟狗一样哎。是否进行 BOSS 战？我需要心理建设。哦、我刚不是有升级吗？我可以强化自己吗？不行、欸，现在在金手交接，直接打，直接打，准备好了。哒哒哒哒哒，森林巨狼，还蛮一回事。击退森林巨狼，借波浪符鲁王的莱恩贴图，用鲁王的莱恩贴图嘲讽了日本老板一番。RDRRHRDRRH 懒妹鸡萌，你为什么要用我的贴图嘲讽日本老板呢？干，就那个老板以后愿意跟我合作，一看啊，这个贴图是你的啊，抱歉，我突然想要跟别人合作。干，你怎么陪我？你怎么陪我？啊！你怎么陪我啊？好，就在你怎么陪我的过程之中，我们打死了雷狼龙。奇怪，好像烧焦味，难道营地出事了吗？赶快回去看看吧。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狗血一点的剧情，所以如果我选队长的话，就是这个妹妹有嗝屁，是不是？好难过，开场就要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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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还有可爱的那个表情符号，嘿嘿嘿，啊，李贝哈。啊！我怎么倒了？啊！快走啊 ！BOSS 战军设有逃脱点，你只要跑到指定的位置就可以离开这只 BOSS 战了。闪避龙的攻击，逃离战场！干！我要跟他打、啊！做得好顺啊！我40等了，五千沾的血。意外的，我发现他在战斗开场的时候的介绍还蛮煞气的。神秘龙，八八八八八八八。迟缓，阻挡。日本老板说懒妹鸡萌他也跳坑了，他会一点中文，台日外交成功、啊、成功成功 RDRRL， 谢谢 L， 外交成功，外交成功。好的，看来一开始的狗血剧情结束了，新手教学吧。厂商说他们有给我一些东西，叫我留在实况的时候抽。可是这是我这个游戏下来到手机里面之后第二次开这个游戏，很占空间呢。记得上次工商哪一款我忘记了，韩国的，然后它不容易移到那个 SD 卡，手机在那两天里面超级慢。哦，还蛮有感觉的嘛。这种贴图都弄得很简便，所以就比较不会吃资源。不错不错。好像有一只虫还是什么，是蚊子的，想拍死它。我要回营地，我们必须阻止那头龙。挺棘手的，我们度过好几次类似的危机。八八八八八。他给我什么？又掉一个宝箱下来了。
三对户，恭喜大哥 RDRRL， 谢谢 L。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设定叫他不要念那个贴图的东西，还蛮吵。读取中，官方部落格，官方粉丝团，哇，好日本哦。Wallpaper 也 pop， 本日印章连续登日五天即可获得印章所绘的赠品，这么好。然后我只往旁边走，就又进剧情了。到底什么时候要给我玩啊？那个妹妹看着一个稻草人，想买东西吗？找索罗罗杂货铺就对了。鲁鲁出贴图根本就是要爽赚，阿不小心手指按下去了，阿迪阿阿斯。干，不卖你了，账号是多少？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办法让他按出一个不要卖给你的账那个按钮之类的。他说你是旅人吗？只征官方证特别可以，不用盘查，就省了麻烦。耶、yeah! ，好多剧情哦。第一次来索亚索菲亚。这附近这一带安全吗？没什么要问。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遗迹。好快，这一带安定吗？啊，原先守护着大自然的龙，天地一变之后数量锐减，出现恶龙，没什么要问。啊，友情的证明给了我铁拳套。这个一开始可以选职业，我就选择那个拳师那种东西。阿比斯塔库亚，谢谢塔库亚。受人委托的物品。为了庆祝鲁王出贴图，我决定向天射一发射钉。每一次那个、啊、Google 在念射钉的时候，都意外的有点温柔，弄得我也是蛮尴尬的。好的，终于有比较可以自由操作的模式了。拜托帮我做一些废金属，麻烦你帮我把这些交给铁匠铺的你这个萨德先生，拜托你了。SegaM.com 出售众神币十万等于二马币，马来西亚，哇，这游戏在马来西亚也有得玩。哦，没有自动寻路，太好了，大家最讨厌的自动寻路终于不见了，靠自己吧。强化你的角色，强化角色。啊什么？哦，他一开始数值是全部一耶。装备中的全套情报：攻击力闪避率、攻击速度随 AGI 上升，提升 DEX 可增加命中率，少许攻击力。哦，所以我这次是敏的，是不是？好，我现在 AGI 7了，我打超快，我没什么技能，我顶多重击而已。哇，这是谁啊？刘玄玄跑得好快哦！凤刃、永湖、明雪、龙君，哎、欸，龙君哥，看这龙君哥长什么样子啊？我是一个死新手，我看起来就像个死新手。哇，这龙君哥，哇，两人一体耶！哎呦，妈，为什么有这么可爱的角色？然后旁边硬要放一个独眼人呢、啊？而且他一边眼睛被遮住，一边眼睛看不到，哎，哇！最惨欸，眼盲心不盲，他还从后面环抱这个妹妹，变态。走吧，这里吧，这是我们任务目标。大麦克也传讯息了，我在工商啦，等一下啦，干最尴尬。我想说工商完再去发情报好了，结果已经有人发现，那就赶快发一发好。操！什么跑腿？索罗罗要你来的啊！我拿废金属过来了，天哪，这怎么好意思？和我说一声，我就自己去拿了呀。太谢谢了。哎，不，反正就是你知道一些剧情翻译的还不错，然后给我一个宝这样子，皮软皮革软甲，
也不自然的凹洞，那是镶嵌孔，这是强化嘛，插卡片一类的那种效果，增加游戏性。美其名啦，裂口也来了，我在工伤啦，大哥，我在工伤，麦克乱啊，裂口。轻轻 level up 等级五嘞，没打几只怪就等级五了。公告，射飞拿奖品，露珠碎片，干惊死人！露珠的耍够碎片哦，痛死！读取中，对这个露珠碎片是有一点兴趣的。波多姆飞镖盘射中即可带走神品奖品，每天可射三支飞镖。来来来，射！干活射死自己的意思吗？玩正奖游戏，要射什么呢？中！操，射到什么了？蓝的是什么？再生药。再试一次，将无法获得再生药赠品六个，要重集获得奖品。我获得奖品了，然后嘞，怎么没有宾馆休息？免费宾馆休息券，保证抽中造型装备，提升掉宝率，提升道具，限期亮相，月费方案。哦，这游戏有卖月费哦。背包加格嘛，哦，手续费折扣有没有？满意回馈方案啊，加掉宝率加经验值加背包有没有？买月卡，可是我想要买月卡的话，我会选择 online， 我会选择那个手游。不知道，现在有些人就是连电脑都没什么得玩，可是手机游戏随时都可以碰，所以这个也是蛮聪明的。再设一次，还可以设吗？干，所以他是射三次，然后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奖品，这样最烂。不玩啦，让我走。还有什么露珠商店？干，林老师他们有没有考虑过综艺之后会引起的遐想啊？露珠商店扭蛋，来录一下，看一下我的露珠。保证抽中造型装备，月费方案，首购限定一露珠新手包，有没有露珠道具？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保证抽中，近期公开，4月18日截止，啊是袂当剩无咧，靠北啊袂当剩，他说截止啊，结果就无啊。限期登场狩猎者，一次三个，啊，可以看到有没有试穿，哦，对嘛，跟那个艾瓦贝尔圣经一样，狩猎衣，这是什么 ？Bonner， 这是 Bonner， 狩猎装，哦，就是那种嘛，那个怪兽衣服，魔幻小丑看起来好丑，天哪，怎么这么丑？上衣。有没有泳装一类的啊？就希望他们夏天的时候再找我实况，那至少可能就会有一些色色的衣服了。花舞泥装，泥裳，舞娘，杀手，厨娃娃，和风箱装，看都很丑呢。大哥，很丑。最多就狩猎者可能露个肚脐啦，其他都很丑嘞。杀手，这个好像还行哦。上身、下装、覆面、斗篷，哇，最丑哎！怎么办？因为实在太丑了，我没有任何抽的欲望哎。有什么道具扭蛋？
复国之路。哦，这是什么？超值组合包，巴夫特之书跟复活之路。Enjoy 2675，谢谢 Enjoy 2675。一哥之书，干没东西买嘞，虽然他给我200露珠，好啦，买个狩猎者好了。反正其他的也都很丑。抽30个，11次，购买。严选宝箱。有滴哦，变大嘞！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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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获得了以下道具：狩猎一 C， 围巾 B， 装 C， 围巾 A， 围巾 C， 一哥之书 C C A C， 使用30个露珠。好，抽到了，我们要去哪边装备那个？使用特殊道具，没有道具装备。它上面写的装备中，哎，这是什么？铁拳套装备，装备。Jack 9793，谢谢9793。噔噔噔！嗯，原来是那个 Twitch Noctic， 你有看到那个吗？现在聊天室会有 Twitch Noctic， 聊天室系统。我刚想说，干这个谁一直复制那个系统的资讯贴上 ？GY， 我还要把它变掉，然后一看啊，系统提示，抱歉，有没有？这就是暴力之气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如此暴力，看到人都想变。哦，还可以变更样子，啊，好贵哦！天哪，哇，你要变更，你要花钱跟花那个，它应该有一些内建的吧？应该说它有一些那种花钱买的外观，干真懂哎！很多人就会花，会有这种东西去花钱，不知道为什么。哎、欸，这游戏有纸娃娃，我刚刚出来那个铁盔甲之后就变成这样子。啊，我刚刚买到那些扭蛋的那些东西在哪里？怎么弄这么麻烦？我都不知道我东西跑到哪里去。使用特殊道具，查询购买记录，没有扭蛋记录。有啊，我扭蛋记录啊。我要去哪边买？应该说我要去哪边装？然后下面整个画面都是那个科居在卖币，很尴尬呢。装备，造型装备，这个吧，有了有了，有造型了，兽脚围巾，脚 C， 脚 B 围巾，围巾 C， 我还要看能力的呢 ，ATK 加一，什么哪一个比较可爱？你有看哪一个比较可爱吗？这是那种围巾。哦，这也是围巾，瘦了，围巾好像卡哇伊一点哦。这个好了，好的，在这里，它不是一样干。哎呦，哦，它是两个这一种的，可以用。啊，他我的还提醒我，偷来一丝路工商8点，抱歉，我7点就开了。哇，水乳交融，就这样子了。美感比较不一样，造型上衣这样好了，造型裤，哎，不错哎，刚好是一套的。好的，大家好，虽然下面都在卖币，可是我们还是尽量让自己看得漂亮一点，怎么样？哇塞，
我看天气这么热，围两条围巾也是理所当然的啊。讲话的，那是乌吼35201，35201，加一 GI 就对了。好，有没有技能可以点？格斗技能有诶，重击、痛击。技能资讯，无限制，瞄准头部给予痛击，一定几率使敌人昏厥，需要先习得重击 level 5才可以学得此技能。就这个咧，音速波动，哇，还哈多肯咧，要先升级哦，升级一，升级一，升级一，好的，我会用哈多肯的吧 ，OK。这个这是什么？格斗要领，趁胜追击。问号问号问号。重置技能术，不用吧，不用吧，不用吧。啊，有一个设置捷径，我看到了。习得技能，音速波动，重击。好，会了。第一页。靠腰啊！最近成了畜生穷鬼，但还是要斗一个波浪符。谢谢，成了畜生穷鬼还硬是要花钱，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了。看来我要怎么用才对呢？好了，就这样子吧。哦，有了有了，右上方全部都是那个。干，以一个手机游戏来讲，我觉得这样很挤呢。怎么这么挤？但是流畅度很高啊，玩起来连线也顺，角色也蛮可爱的，可是很挤呢。不愧是我们假骗游戏，它不会整个画面都跟你要钱，它整个画面都塞满东西。啊，什么想放技能吗？塞右边。站着给人家砍，呀！爱露非族女性，我冲过来一拳把她揍飞。我没事，只是一时大意。高大的男性，打怪喽！击退所有科隆，来了来了，啊！重击，波动拳。哇！我用脚发出一个气功波哎，啊！音速波动 ，MP 不足，不会做哦。所以这游戏是没有魔力的。你在一般攻击的时候可以累积上面血量，下面那个蓝蓝的，就是 MP。然后在战斗中，你可以消耗那个 MP 来进行技能释放掉。嗯，故事进行中无法通过是这样。巴夫特哥哥，啊，是我啦，我有两个围巾啦。你是谁？报上名来。啊，这是我妹妹波利叶。醒醒吧，你没有妹妹，是假的。奇怪了，我画面上面只有你一个人啊，为什么你会跟人家有在跟人家对话的感觉呢？嗯嗯。你是斯特列队，斯特列队是谁？斯特列，他说我是土包子，我没有徽章，给我徽章啊！你知道吗？真太离谱了！前阵子我正好从盗贼手里抢回被偷走的徽章，就分给你了。啊，人真好哎！你就收集一只像科隆的首领，麻烦你并击退。哦，打扰科隆老大，收集科隆叶子成物。克隆叶子已经有了，我们要去打克隆老大。哪里？克隆老大？有了有了，远远就看到一个看着像克隆老大的，而且还不会有地区抢过来的问题。一定要先接近他，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打架。
那些咱的地盘，龙龙，谁要是活腻了，敢闯此地杀我小弟，咱必定全力铲除。龙龙，啊，只好打龙龙。科隆老大等及时，九泉无敌孙中山，滚！哦，他要那个啦，他要去躲那个，躲那个敌人的叛地，然后跟人家揍，有没有？笨，笨！哦，他现在下面有 next attack， 哦，这种玩法是那个呢，你们看到吗？下面会有一条 next attack 在跑。你要在时间到的状况下按那个攻击才会有反应。我没中。Next attack。MP 不足。哎，对方这位是NASA 121。这个121。游戏有没有翻滚一类的动作？你冲来讲，音速波动，哥，他快死了。就暴击，死巴西，十滴十滴，六六，十三，一二，十二还一二，重击，死去。一个激战王，啊，怎么可能？但竟然输了龙龙。第一只烂王，好的，成功的打完了。下面有卢粉加一耶，这游戏也有人在玩，真厉害！啊，这么快就回来了。连怪老大打败了，真不好意思，那我就派张不给你也不行了，哎。拿去啊！听完纣王之词后，就能领取派章了。得到这个斯特利派章，证明自己是旅者的派，那个什么派章之类的。哎呀！不过是假配游戏，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动作，这样。假配。好的，假配结束了，往上跑。你刚刚也看到不少玩家，我以为你看这边马上看那个杜兰，我现在要去哪里？我箭头呢？有了。我相信这游戏一定也是有很多玩家的。你看有一个猫跑了，有没有？有下树未来，还有伊达月红，伊达月红不知道怎么上去的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上去了，这么简单。操作，斯巴达才不萌，有玩家是很多的，放逐猎人牙术，你看这种就是最没有创意的，这没有办法成大器，我跟你讲，没有创意。铁匠铺萨隆，哎，靠北啊！我现在到底来这边干嘛？我是走错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好像也没错啊！我刚刚好像就是哦，没有，在那边看到，走错了，这个才对。武器 ATK 旁的百分比越高，越能造成稳定伤害，就不会有那种砍一下就3D 的状况冒出来。
欢迎光临，今天有什么事情？哎呀呀呀！有。啊，你看起来挺面生的，第一次来索菲亚嘛？是是。啊，就跟你讲一些那个剧情，有没有？历史的事啊，什么莫比亚托付的钱，这是什么？断经是什么？这个是断经啊，可以镶嵌在不同的地方上面。那魄力送给你吧，哇，人这么好 ，VIP 加一，然后体质就可以加一了，这就那个嘛，绿棉虫卡嘛，还是现在绿棉虫卡的那个效果改了，差不多啊，加一啊。好的，看一下能不能够点击自己。小提醒：强化你的角色。好，然后装备。皮革软甲，他身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吗？我要怎么这样才可以？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还有一个镶嵌孔哎，我要怎么插、啊？编辑断金，请选择装备，无断金编辑一个。我会了，我会。我最会最会镶嵌断金，有没有？就镶嵌上去了。好，看一下我的道具。哦，还有一个这个派章啊，装备。好，现在呢？你需要和谁什么？再来找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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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死老鼠哎，看这死老鼠尾巴好恶心哦，作为一个生物。啊，真的很对不起，都是我哥哥任性的要你帮忙，哥哥你也道歉啊，呜哦，抱歉啊，哎，你怎么突然跟我道歉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好像是你旁边有人叫你道歉一样的感觉。突然之间，你为什么突然跟他讲话呢？发生什么事了？干死蚊子！不见了！操你妈死蚊子！1000块，众神币哦！原来刚刚卖的众神币就是这个。啊，迷之声，不好啦！啊，出大事啦！我们发现了几乎完好无缺的魔像，还来不及施展操控魔法，这个猪头就出现了，把回路启动，就像狂乱状态下启动了。一个蒙丹。抵挡不住就把它破坏掉，嘿嘿嘿。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组队前往去阻止魔像了，请你帮帮我们吧。好哦，可由好友清单中，林林佩、林林峰，突然出现一个林林峰。好多人啊，林林峰，幻想药草，幻想千草，幻想千华，啊，沙大 OK， 就是沙大，看，我觉得我手指头好像被咬了，好痒哦，实在问题。好的，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里面啊，然后有怪，我们揍一下遗迹鼠。遗迹鼠，我应该要练一下弓吧，不然我现在直接去打，好像很容易就打死了。那个幻想千华也跑进来了，哦，我打得好痛，哦，去，我升级了，我变八等了，我捡宝，第三张是我的吧？我怎么？哦，有捡到！哇塞，哇塞，哇塞！台湾龙卷风哎！你竟然有玩家是可以使用台湾龙卷风的脱宝，这叫脱宝，而且我觉得我攻击力好大，可以打到快破百。
这好喽，左上方这个是什么？好友申请。哦，幻想千华竟然要加我好友，好哦，接受。好友一览，哎，我有朋友，我有朋友，哈哈哈哈！哇，55等哎，我就跟你说，这游戏有人在玩，鬼神。出现了一个，难怪他可以放台湾龙卷风。现在不只有朋友，他还55等哦。然后嘞，我要去哪里？跑错边了，根本没东西。滚 ！MP 不足。可领取勋章，第一个朋友有没有看到？哇，我勋章哎，我要领，我要领。我们那边放台湾龙卷风，夸张。哪里哪里哦？最新达成勋章，接收。欢迎来到托拉恩赖世界。好，第一只怪，我打了第一只怪，众神币1块钱，干你！基本战斗，众神币10块钱。才刚刚开始，连续游玩15分钟，技能点数哇，好爽哦！体力过人 ，ice 1026，第26，看我手好痒啊！冒险新人，强化点数加5，你看第一个朋友，第一个朋友会给我什么？哇，第一个朋友给我入住的时间，好恶心哦！剑走入门。街道指标城池，赏花活动登录奖励，赏花宝石、樱花宝石，玩得不过瘾。本日获得 EXP 加10%，这么厉害。还有这个是什么？好友申请，哇，这个初尾笑型 V.2， 干，我有两个好友了，哇，这初尾笑型，台湾龙卷风85等哎。那跟鬼一样哎、欸！我就说这游戏有人在玩，是不是？假配游戏，品质保证。打一下托宝，翻覆，干，劝不要抢怪哦！把它跑旁边那一只，有人要揍一拳，可以有168哎、欸。噔噔噔。干你老师死蚊子一只他妈搞干你老师见哦可领取勋章第二个朋友我有朋友了来救急老马战士接受好有意啦哦你看我三个朋友嘞我要领勋章，哎、欸，有第二个朋友，啊，露珠的碎片又来了，又可以露珠了。第三个朋友，看我好多朋友哦，那死蚊子弄得我手好痒啊，奇怪。还有，不知倒地的良药，连续游玩1小时，复活之路程3，这么好。你看，有朋友你就可以得到露珠的碎片。是你的话，我就入珠了。好，点一大堆 AGI， 攻击速度最快。好，我等一下关台之后，我就要先想办法把那只蚊子找出来，会痒死。打点怪好了，看能不能先升到10等。而且那个啊，他好像打怪的时候，你不用消耗下面那个 next attack， 应该说消耗技能的时候就只要消耗 MP， 所以这游戏可能后期会增加 MP 最大值，或者是那种回复 MP 速度提升的技能吧。我打怪这样打。又看了就累，打快点，打快点，
然后嘞，后来他还有平台。小莲，全套最高攻速不比双刀高 ，RDRL。全套最高攻速不比双刀高，为什么？你是想要摩托海亚库吗？你是 Kirito 吗？那我们有星爆气流犬啊。Star Buster，Stalling Punch。你看我们有星爆气流犬啊。鲁王要组队吗？不用不用，孤军奋战。哇，整个画面上面都是东西，我急。到底有没有捡到一些那个装备之类的？还有现在我到底要去哪里？他不是叫我去找什么魔像的？但他视角是用右下角来调，我一直在上面撸，难怪什么都看不到。哦，有萤火哎！噔噔，点燃萤火。过来过来。又有萤火哎！噔噔，我们到最深处了呢，应该有那个剧情了吧？还有那个勋章可以领。初来乍到，打倒30只自身等级加减30级的怪物。本日获得 XP 加10%。老鬼看，小提醒，记得强化你的角色。我要加点 DEX 才可以增加我的命中率。这个是偏什么？偏央料。潘庸料，我会念，谢谢潘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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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魔像？都要揍他是不是？这魔像有攻击欲望哎。直接被打飞！哇，大爆射！完了，照射到魔桶物体发出的强光后，魔像的动作变迟缓。趁现在攻击他！哎呦，突然就跟 NPC 组队了。出土魔像 Level 16，头拉安赖，击退出土魔像。做的还蛮有一回事的，音乐好好激昂哦！啊，一二，一二，啊，重击！重击！看到那是死蚊子，啊！刚刚上面有个 tape 哎，那 tape 是什么？我刚刚能不能再看到那个 tape？ 啊！我死啦！好烂！我刚刚看到那个 tape 好像要去在那个时间点去按它，它就会触发一些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已经死了，从头到尾左右两拳做到死了。噔噔哒哒哒哒哒。
没见过神圣金石吗？如果遭遇像刚才这种强敌，很不好应付的，我分你1.8。用法，我先回去报告，之后再教我。谢谢你协助击退魔像。对了，你也是要去索菲亚吗？那么过不久我应该会再见的，到时候请你。死蚊子干！好，你得到一个装备，力量晶石、智慧晶石，可于 BOSS 战使用的辅助道具。哎，好屌！是可以在 BOSS 战上派上用场的辅助道具，使用以后可以可于该场 BOSS 战中强化角色能力，或是使 BOSS 怪物虚弱。那是你可以在杂货铺购买，或是到合成所制作。这么厉害！有没有尚未完成的事呢？只做选择，不影响故事剧情。没有了，出去吧。建议优先进行主剧情的，熟悉游戏方式后再进行各种尝试。哦，新手教学看来到这边结束了，差不多。这游戏的新手教学就待1个小时嘛，从创角开始的话。哎，结束了。对，已完成剧情任务，魔像暴动。好的，我不只有朋友，还有那个玩得开心吗？连续游玩1小时，技能点数+1，千里之行十足下，旅人腰带追加，还是不过瘾。本日获得一个10+10，本日游玩时间超过50分钟，本日游玩1小时，参加赏花活动权益。啊，你就一直玩，他就送你一堆东西嘛，虽然我不知道可以干嘛啦，有在玩的可能会知道吧。结束了。嗯？哎、欸、哎、欸，我一掌抓爆这只蚊子，转！喂，他妈，你死！哦，我好像拍到键盘，打出了一个3点。这是我击杀蚊子的证明，爽！干你！好，来了。你知道，我个人呢，这个秉持的和平理性，不杀生。干，可是你不能让我痒痒的啊！你看，我右边的那个无名指，两边的关节之间的那块肉被咬了一口，现在很痒，肿起来了。干你几百，然后一直吸，然后不会带那个传染源给我，我也不会痒。我给你吸啊，你想怎么吸就怎么吸。让我痒的要死，几百。受最高执政官的指示，请你前往政厅一趟。干，不要！干，我是台湾人。我知道你中华民国了嘛，我们送去中国是正常的。不是，我是中华民国人，你就送去中国啊，正常啊。太这种感觉。嗯，干蓝妹贴图终于出了，我还不买个，我没有出什么干蓝妹贴图啊。大哥不要，干蓝妹贴图应该是不会过吧？我是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出干蓝妹贴图了、啊，恶心！啊什么 ？Jerry 驱逐舰哦，这边一个驱逐舰，幻想千华出现，扮鬼喏小黑，哎哎、欸欸、黑哥。哇，黑哥你挺煞气的，黑哥。超级黑哥。哇，黑哥你的脸中空哎、欸。好恐怖、喔。最怕。小花萌萌的望不凡。黑与 UE。当台港澳都有的那个伺服器。索菲亚正厅，
好的，反正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时间就来聊聊天，随便看要干嘛就好了。哦，还有五分钟哎，啊，算了，还有五分钟，打一下剧情好了。这款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偷懒意识录啊，看起来还蛮假骗的，玩家也不算少。你看还有人在卖耶，这种游戏这样会出售神币十万，等于台币十六，十万块用十六块钱就买得到了。想必这个游戏也是蛮来劲的。大声公全球发言，此功能正在维修中。刘天，大家好。你们要跟我聊天呢、啊？救急老马战士在我附近晃来晃去，那是观众。看一下救急老马战士穿什么？对哈。救急老马战士是不是穿一个丑装啊？我去抽抽看好了，反正也没事做。女蛋。史力的拉拉，你拉拉，造型装备道具扭蛋，保证抽中造型装备，近期公开，那、啊、就没有啊。而且这个游戏的服装都好丑，想想我们当年 FEZ， 就算那个角色看起来歪歪斜斜的，但美术依然做得不错，他一堆装备都有够变态，我又看了就受不了，这个就没有了。花舞霓裳，舞娘，但男的叫舞娘，感觉怪怪的。杀手，厨娃娃，和风香装。说刀小太刀与太刀为装饰。Tell 32145，谢谢145。和服与花朵的美艳组合，帅气凛然的和风造型。获得后请进入装备画面，选择造型装备即可设定。嘟哩，白装上衣，我觉得这都很丑哎、欸。白装上衣，啊，紫装上衣，红装下身，哦、有够丑哎！天哪，好歹穿个裙子吧，看下厨娃娃好了。女儿节厨娃娃衣服，粉桃厨娃娃上衣。翡翠厨娃娃上衣，朱倩厨娃娃上衣，有够丑哎！天哪、啊，抱歉，真的太丑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深红杀手、月影杀手、夜勤杀手，下装的这个杀手的名，某个程度上来讲还不错，试试看杀手好了。我是杀手。点选宝箱，我被踢走干、啊，又被踢走干，叮叮叮叮，晶石晶石，夜勤杀手斗篷，深红杀手斗篷，夜深红杀手下装。夜勤杀手斗篷，夜勤干，怎么那么多夜勤杀手斗篷？大哥，这游戏是不是只有夜勤杀手斗篷啊？道具，哎，装备在哪里？装备，造型装备，这是什么？狩猎衣？不是啊，我们拿到上衣。深红杀手斗篷。啊，不就他妈一大堆这个？啊，狙狙狙狙狙狙狙，丑！你看有没有办法混搭吧？爱吃鲍鱼喏，黑龙毛打劫，爱吃鲍鱼喏，绅士哥留多027。这游戏有没有办法做表情动作之类的？切换角色，变更容貌，社群，情趣，跪坐，可以哦，卡哇伊，可以跪坐，让你们向我臣服。看到一个臣服跪拜，哎、欸，差不多了，
才发现刚好已经一个小时了。好的，这个托兰意识录哦，这个叫什么？对对对，就是托兰意识录，差点以为自己念错，就是一款 Japan 的那个手机 online。想要体验 Starbusters Torim 吗？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我记得这游戏有双刀可以玩，然后意外的玩家也不算少，有没有？等级还很高。我想说你玩家多是一回事，可能大家刚创上来聊聊天干嘛的，妈就是等级超高的那种人，吓死我了，都没有人生。啊，自己没事做来试试看，这样子吧。哼，还算有趣啊，只是我个人对网路游戏就普普通通。好的，今天就先到这边，晚一点不知道有没有空，看状况，因为今天时间比较少，就先这样，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再见。